Faker 的名人堂的皮肤吗？我知道他要出，看一下，有已经出了吗？啊，18/42是什么意思啊？但是 Faker 不是不用皮肤吗？18/42是什么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它很像那个。击杀术吗？哦，哎呦，我这么帅，那它很像一个，就是狐狸有一个皮肤也长，颜色是这个跟这个很像的那个。就有点帅啊，他这个有小动作是蛮帅的。什么4000块啊？什么4000块？4000人民币一个？真的假的？英雄联盟玩家这么有钱吗？这就买得起啊？真的假的？不是，不可能吧？你一个皮肤4000块，那感觉好多人都买不起啊？真的假的？啊？我不知道你们，感觉你们又在瞎说，但是。也不知道你们是真话还是假话，加起来是8000块一个 LG 一个那个一个狐狸，全套4000，一个皮肤多少钱？皮肤可以升级，皮肤还能升级的，从3个等级的皮肤，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就每个就是皮肤的等级，这样子都不一样。等就是最贵的等最高的等级的时候，应该是最好看的时候。最贵的有特效，不贵的就没有特效了。我不知道是很好看的，我也会去买。但是如果那个低等级的跟最高等级的如果区别很大的话，感觉是不是有点？